花生就当饭食，我哋系最积极。HKP 律 dotcom，我系郑京海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苦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可云图、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

其实都唔系嘅，都系就劝大家唔好呢个入去咧，劝大家唔好投金。嗱呢 <laughs>、这个呢、这个呢、这个阿佳呢度，这个、L, 我同我喺街食饭又又咁易发嘅。嗯，点解有咁易发咧？因为太多人 P M 佢咪啲世界股啊。系啊，咁所以嗱，哎呀咁样，阿刘 Sir，Sir，即系即系阿云同我要上你呢个节目度咧，讲翻一次，即系同佢讲下啲人啲、这个、世界股嗰啲经验系点处理。咁 <laughs> 我大家交咩时下，俾阿佳？我我先跟进咗我推介嗰两只先。其实今日我喺一万。 九千八百點嘅左嘅時候都鬧咗一注嘅，就係鬧咗一注二六百。咁就都見到佢咁夠膽啊你？我係博佢嚇嘛？大家啱聽完之後就發覺，<laughs> 哎，睇嚟下星期要睇位走了 <laughs> 是啦，係啦。驚嘅，暫時唔使死唔出嘅，都係分注，有得叫大家分住。我其實我特登係去到好後期先同，差唔多收市先同大家講，我唔夠膽提早講啊，誒、呃、驚大家跟錯我隊啊，所以就。 林尾我先講嘅，咁所以就誒咁睇翻個圖就佢今日都唔穿兩個三毫七嘅個大位，所以我先至決定做一做嘢加注啫，咁就分住吸納啦。咁就都我我唔大注啊，今次所以都係膽薄膽嘅咋，咁就誒、呃、今個星期嘅高位兩個五毫三，低位就係今日創嘅兩個三毫二。 咁就,就收翻两个兆一，系啊，收翻收翻就收翻上去嘅，咁 <laughs> 都咁都好啲，再收收,收到多大位收赚你开心先，收赚 <laughs> 你开心。咁咧，另外就诶五九八啦，中国外运都系一样啦，都系守到低诶、呃，都系守到五月十二号个低位三个零六嘅。咁佢今日穿过一穿嘅，就低位今今个星期嘅今日今日再创嘅低位就系三蚊零三先。咁咁啱收市一屈收翻上去。 都守到五月十二号嘅三蚊零六先啦，咁今周嘅诶高位就三个二号六嘅，咁亦都唔需要太惊住，因为都仲守到仲守到个低位嘅。咁如果你哋话个持货能力唔系太高嘅，或者惊嘅，咁如果你穿咗三蚊零三先，咁咪走一半先咯。咁等迟下个示况好翻，你咪拿翻拿翻货咯。其实真系冇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另外咧，我呢排我。嗯 發覺咧，同啲谷友傾多咗偈，同埋佢哋見多咗佢哋嗰個 PM 咧，我發覺有啲問題出現，就係、是、大家咧都好興咧，就係買啲好細價股啦。咁嗰啲股咧，係咪坐住晒？啲細價股？係啦，坐坐住至少二十幾 percent。搭 <laughs>。因為啲股其實真係街購嚟嘅，真係。其實太啲股啲股咧，有時候。 誒睇、呃、圖幫唔到啲咩嘅，因為有時候好睇個莊家咧想做啲咩嘅。通常啲世界股咧都有一支莊喺入面做嘅，炒上炒落完全憑佢哋嘅心意啦。佢哋想，哇佢等錢使咪炒高佢咯。咁佢哋有啲幕幕後嘢要做嘅，咪炒高佢咯。即係其實最常見嘅咩咧？配股集資啊，供股前啊，就會將個股價扯高佢嘅，扯高兩三日啦。可能咁就引啲班散户入局，<laughs> 入咗局之後咧。<laughs> 可能隨時最後一扯嘅時候呢，就停牌，你走都走唔到，即係冇冇籌報嘅。然之後同日就宣佈話配股或者供股，咁就冇仇報噶啦。第二日一定係夾落噶啦。咁通常散户呢，就係咩呢？唔走，係啦，啊冇理由走噶，升咗上去應該仲有機會嘅。咁之後就坐晒喺度啦，就唔走啦。但係即使急跌到好犀利，跌都唔走，坐住五成貨啊！ 七成八成都唔就系啦，其实我见到就好恐怖嘅。咁其实我觉得佢主要都系听人讲咯，即系睇报纸谂把降咯。我睇咗之后，诶、欸，人哋讲好，买啦买啦，就中晒入去，完全图都唔睇。即系我唔系话图表系万能，但系你连图都唔睇嘅时候，你点知个位好唔好呢？嗯、如果个位系高位，啲人唱好，你又中入去嘅。 咁你咪接货咯，接晒啲火棒咯。嗯嗯所以其实呢呢个行为咧，唔单止喺世界股，因为我自己都有玩少少世界的股嘅。咁但系咧细注嘅，唔大注嘅，同埋睇睇清楚图表先嘅。因为通常咧，诶、呃，如果嗰、那个货、那个股价喺高位啦，咁嗰个 MACD 线你见到个趋势向下嘅，咁你就识做啦，就唔好入啦。嗰啲可能派紧货噶啦。 但系好多时啲人同我 PM 完我，睇完个价位，再睇翻幅图，哇靓、哦，接得靓位嘅货，接得好，直头喺高位接晒货嘅，咁我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做啦，唯有就系叫佢斩嘅啫，好多都系，嗯、你唔斩，其实有排又排,排坐咩坐几时嘅呢啲？但系同样情况亦都发生喺啲大价股上面嘅，咁亦都好多人诶、呃、有讲到就系买大时代，有位谷友同我讲佢大时代买咗。 好多好、嗯、多货，咁、嗯、就坐住咗好多。咁我只可以逐只慢慢同同佢睇，同佢分析。好彩佢即系大价股有色，有识派。如果唔系你买啲世价股咧，识都冇咧，咁你得啖，即系得个睇字嘅啫，乜、嗯、都做唔到。但系时代买啲世价股真系跌九成、啊，全部都系啊！冇即系冇得翻身噶，嗯、因为俾人攻合先会翻身咯、啊。大价股都跌五成啦、啊，有啲所以。 但系好彩嘅就系、是那个分别就系大家股有息收嘅，咁、嗯、就好啲嘅，起码好过细价股。咁、嗯、另外都讲少少，诶、呃，一号仔、六号仔同埋一零三八，咁长和系嘅股份啦，大家唔好闹住啦，真系唔好闹。今日有有亦都有嗰个 P M 我闹唔闹好，唔好真系唔好，因为你英镑跌嘅时候咧，幾呢几只股咧系完全对佢嘅收益系好危险嘅，尤其是诶。呃 但杜浩仔啦，杜浩仔有成六七成嘅利潤都係來自英國嘅。咁你既然英鎊跌，咁你收翻嚟嘅錢要兑翻做港幣嘅話，咁你咪蝕咯。嗯，高蝕匯率咯。咁其實個個個利潤會會，其實如果英鎊仲係咁嘅話咧，短期個股價一定受壓得好犀利嘅，仲要業績一定唔係話太靚仔嘅，一定差嘅，所以。 长和系嘅股份唔好闹住，因为佢哋大多数，其实唔好话大多数嘅，起码至少三成嘅利润都系来自英国，咁、嗯、真系唔好搞住啦，点都唔好买住啦。有货嘅，你睇下下星期有冇位减少,少少先啦，就真系唔好闹呢几只住咯。唔系噶，因嗱，讲下长和啊，我都有睇过长和咧，有诶客问我啦，咁啱咁就系话诶星期五嘅星期四，星期四问我喂长和诶、呃、需唔需要喺诶英国公投之前走一走啊咁。 咁我順便替幫佢睇睇個圖啦。咦，我發覺個保樂卡通道頂係九啊三蚊。咁長和琴日低下係乜嘢咧？九啊二個九毫半，真係靚到嘔啊！真係保樂卡通道，你走咗，即係 <laughs> 你照見咗個頂都穿唔到嘅，你走嘅，即、就、係、是、走不足色啦。咁咁結果長和今日收咩價咧？真係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先。今日長和收個價八十七蚊，啱啱 <laughs> 好 <laughs> 跌咗六蚊。嗱 <laughs> <laughs>，我同大家講，即係誒，頭先阿佳講到清楚嘅，啱啊。 長江同埋誒電能路仔係受到英國脱歐嘅影響，係大過誒、呃、匯豐同埋渣打，因為佢哋喺當地業務即係好似阿有家興上個禮拜講，喂佢哋喺當地嘅業務所產生嘅利潤，即係佔十零 percent。係啊，咁佢哋如果英鎊下跌，反而將來回流翻過去咧？ 其實可能佢英佢盈利反而係增加，嗯嗯、因為使賺咗個紙水啊嘛。如果真係誒，我預計英鎊係會跌十六個成六個 percent 嘅啫。如果英國以中俗啊一四一四即當一四八啦，跌十六個 percent 係跌到一二幾英鎊。嗯嗯，咁即係話，即係、就是、如果英鎊跌到一二幾嘅時候，又先企定咁嘅時候，喂，咁大家講下咁呢啲公司 OK 啦。咁但係如果長江和長江同埋電能。 喺英國走三成幾利潤，輸爆三四成嘅又三四成利潤，而收嘅系英鎊，而英鎊匯價跌咗十六個 percent，咁佢會對佢嗰個盈利係有幾大影響咧？嗱，所以呢個咧真係智者千慮啦，必有一失啦。啊，即系阿都系嗰個都系阿佳，不過叫扎佳阿扎巨哦，扎巨扎巨阿扎巨阿 Wick 阿 w 阿 Wicka 咧呢鑊咧就大鑊啦，因為佢諗住咧就買收租收租咁樣收。 吓、啊，跟住咧，福福利增長喺英國 <laughs> 就咩咩電網啊、水廠、啊、收購英國嘅。咁呢次咧就突，點知就突然間就攋嘢。咁本來喂，唔係唔係，舊年佢已經好叻噶啦，將佢分拆咗出嚟，將嗰個黃黃執咗佢，跟住分拆咗出嚟，然後將套翻演，將嗰個債務咧減低，因為有人已經做咗個報告同阿成哥講，喂、哎，你借貸咁大，如果下來年美國一加息，你咪大鑊咯咁。 咁所以，我頭年咪陽雲圖圖嘅時候就講，喂，诶嗱，李嘉誠咧就好中意喺羊年嗰时時咧，就搞嘢嘅。當年就收和王啦，咁今年就喺羊喺喺喺年嘅時候咧，咁就將和王就就分拆咗出嚟啦。咁、嗯，咁可惜啊，拆完之後，原來美國只係加到一次息。哦、嗯，係咯，而家算即係。咁但係而家最大問題就脱歐就大鑊啲喎。大啲，直接影响盈利啊嘛，<laughs> 直接影響盈利，咁影響盈利就會影響派息。 影响派息就会影响个股价，影响个股价就影响会佢借钱嘅能力、借贷嘅能力，咁所以就真系都等阿成哥担心。因为我都知有啲基金经理都自己闹啲长和系咧，即系自己话失，自己嗌嗌，即系叫救叫紧救命啊！而家系咁啊，唔好唔好闹咯，咁多股票好玩，唔冇意玩呢只只先。系咯<的>。咁啊，家仲咩？世界股点搞啊？仲有啲？

我成日成日同你講，喂個股票係我哋集資同埋變現嘅功能啊嘛。咁、嗯、如果你根本銀行咁低利率，根本唔使借錢，個股票股價什乜上升啫？所以根本就唔使做動作。咁所以結果啲股價咪一彈一彈死水咯。特別係世界股添，係嘛？佢哋好靠集資嘅功能啊嘛。咁同埋大家，喂要留心喎、哦。近排生意難做喎、哦，係嘛？大家樂雖然有紅嚟股份咁但係佢業績倒退喎，佢又要執執 spaghetti 喎、哦，咁跟跟住我哋睇下。 香港麦当劳又卖盘，啊、七五九亚信都又计错数蚀本，啊呢次执笠都唔执笠都唔定啊！啲烟咁样铲上去，定產、啊啊、<laughs> 到一，咁咪蚀几多啊？我又睇下零售业，翠华餐厅业务跌咗五成，嗱，所以啲世界股咧就要谂清楚啦。系啊，真系有业绩先，咁啊，所以唔、嗯啊嗯、听我哋节目唔得。咁所以又家兄介绍下啲咩爱高集团，俾份业绩你睇。嗱、啊，佢卖咗厂房，加埋特殊收益。 加埋業務經過幾年嗰個轉型咗佢，係啊轉型同埋即係誒、呃、出不過都佢出產啲嘢去入美國同埋歐洲兩都 OK 啊去即係借借美國多咯，歐洲先今年先開拓，唔係開拓緊，唔係其實佢都喺歐、嗯、歐洲同非洲咧都有展覽會嘅，都有嘅，都有少少嘅。但係啲嘢係好實而不華嘅嘢咯，即係你永遠冇乜時代冇乜時代感，但係佢冇咗創意咁，但係佢都可以有銷售嘅市場價值咯，就係、是、咁樣咯，係嘛、嗯？ 咁点啊？世界股冇得救咯！如果买咗世界股，而家呢排冇噶啦，系咁啊个市咁淡，诶唔好再购货啦！<laughs> 即系嗰啲买世界股嗰啲唔好购住，减诶减持啦。咁啊诶等我市跌定先啦。咁即系如果咁样的话，我哋嗱真系要去细细心咧睇翻个人力嗱。我而家开始讲下咧，即系话喂，而家英国脱咗欧之后，跟住个港股同埋喺环球金融市场有啲乜嘢嘅嘅时序嘅嘢要去再睇咧？咁样咁啊！我重复讲翻先啦，你讲完未啊？ 哦，講完啦，講完啦 <laughs>，即係唔係我窒咗你唔講真啊？講漏咗啊嘛，唔緊要啦。仲<是><是>要聽大事。我大事唔唔係，而家個我咁中意聽大事。其實調翻轉頭嚟講啲呢啲必然功課嚟，今朝已經做晒噶啦。就係話嗱，其實國際貨幣基金會咧，真係將星期三嗰陣時已經係將美國經濟預測咧，嗯、由四月嗰陣時咧二點四個 percent 咧，就已經降咗二點二個 percent。咁其實根本年頭都再高啲嘅。咁但係對明年咧維持翻呢二點五 percent 就係、是、不變嘅。咁 嗱，未、啊、對美國經濟預測降低咗之後咧，咁呢、呃这個就關乎睇美元會唔會變強勢，同埋嗰個商業同埋全球嗰個經濟衰唔衰弱而影響嘅。即係話美國嘅商業投資會唔會有增加啦？同埋全球嘅經濟係咪繼續咁樣去放緩？咁都會影響到美國呢個嗰、那個、呃、GDP 嘅增長嘅。咁嗱，但係個問題就而家咁嘅形勢都係亂一排咁樣这乱呢亂一排咧，又會影響。 咗個經濟數嘅基數啦，咁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誒，英國公投完之後，基本上個世界係冇停嘅。公投完之後脱咗歐，廿六號，即係嚟緊星期日啦。西班牙就會大選。嗱、嗯，西班牙大選誒、呃，當然啦，你阻翼政黨嗰個聯合联合政府就本來喺第二位嘅支持。咁但係因為你有脱歐嘅問題，咁你知啦，西班牙都有加泰隆嚟嘅誒加，即係誒馬马德體育會隔係咪？應該係巴塞羅那。 巴塞罗那誒加泰罗尼亚地區要求獨立嗰個問題嘅，咁、嗯、所以佢而家呢個大選會唔會因為英國嘅成功，會令到左翼嘅政政黨咧係失票，而右翼嘅政黨抬頭咧咁？嗱、嗯，呢個係大家要好小心。嗯、如果真係到時間咧，西班牙可能嘅都係會趨向唔穩定嘅。咁至於經濟方面咧，下個月咧會喺歐洲方面有幾個重要嘅時間啊！咁六月廿七號咧，歐盟就誒。呃 估計咧就嚟緊嘅星期下禮拜一咧就會就誒、呃、開呢個特別嘅會議啦，因為六月廿廿六就會即系廿六就會有高峰高峯會啊嘛，歐盟就會制定一啲嘅措施，就係點樣去應付呢個英國脱歐啦。嗱、啊、咁所以其實真真正正有消息有執行嘅咧，係廿七號先有。嗯，廿六號就開會，咁到時廿七號大家睇下佢嘅措施係點啦。咁誒、呃、另外咧十四號咧就誒、呃、英國嘅銀行咧就會誒有利率嘅會議，嗯、即係會議式啦。 咁，當誒英國財長已經講明噶啦，事先講明啦。如果脱歐，英國就會減息嘅。咁如果減息之後，英鎊系咪會再跌咧？咁咁同埋咧，就話英國咧可能會咧係出規模咧係誒誒出一啲規模咧就、呃、下調利率以外咧，就係會唔會係去、呃、刺激翻個經濟啦？咁另外亦都誒、呃、英國財長講咗嘅，如果英國脱歐咧，係要即刻佢加税，仲要喺兩個月內之前要加到。 咁我上集已經講咗噶啦，咁加稅咧就讀佢話，而令到嗰個嘅經濟缺口咧係三百億英磅咧，而就算係加稅兩個百分點咧，都係再應付咗一半嘅啫。咁所以咧呢、這個加稅十四號咧，就大家一定要留意英國先至會出佢嗰個中央銀行係點樣去央行係點樣處理而家脱咗歐之後嘅形勢，當然係關心個利率啦。 关心会唔會刺激经济咧？关心会唔会加税咧？嗱，呢啲先至後續嘅影響要慢慢嚟緊啦。咁、嗯嗯、去到誒廿號咧，就到歐洲央行議息。嗱，歐洲央行議息咧又會講過噶啦，就係話喂，對誒歐央行會盡盡一切準備咧，就係要處理呢個嘅英國嘅脱歐。嗱，所以七月廿七號呢個歐洲央行議息咧，係又係會跟住呢個議題去去去做一啲嘢嘅。 咁所以啲人話喂個市會救啊，星期一個市就唔會跌咧。嗱，我同你講，波輪嚟嘅，因為去到七月廿一號啊，歐洲央行意息先可能會有，即係當然啦，緊急措施可能六月廿七號就已經有啦。嗯嗯，但係具體措施係要成三個禮拜，七月廿一號歐洲睇定咗個形勢之後，再睇歐盟點樣去應付。 系咪先？喂，如果唔系，到时喂根本佢歐盟咁樣應付唔到，就係話點解？因為原來好多國家咁樣，丹麥又嘈，跟住呢個國家又嘈啊，又大家都有要公投啦，都要脱歐啦，咁咁點搞咧？咁嗱，呢個真係要睇下點樣應付啦。咁嗱，當然啦，最重要嘅就是去到七月廿七號啦，咁啊又係關乎咧美國嗰、那個利率、呃、會議啦。嗱，七月廿七號嗱，即係環顧喺七月有幾個日子，十四、廿一、廿七呢啲日子咧，都係英國、歐洲、美國三個地方嘅儀式。 嗱，呢三個嘅意識咧，都會係關講到關於英國公投嘅啦。咁到時嘅措施會係點咧？咁、啊、嗱，咁先會有具體措施喎。咁、啊、所以睇翻成個形勢，喂、哎，咁你哋大家諗下，喂、哎，咁所以個股市邊個去買咧？喺呢段時間一定係恐慌性啦。咁、啊、咁、啊、大家會睇就，喂、哎，中國會唔會降準啊？中國會唔會點咧？嗱、啊，中國誒、呃，我諗唔會啦，因為中國實嘗試好多次咧，衝上二萬九千。 五百點一上整咧，都係回落翻嚟，都係做唔到嘅。咁而大家都知道咧，六月底咧係中國嘅誒國家半年結嘅，咁咧好多流動性咧係會追緊嘅。咁雖然咧好多嘅中期借大便利咧係做多咗，同埋咧每日都逆回購咧係已經都係過千億咁樣放水俾個市場，咁但係亦都對個股市咧刺激唔到啊！而都睇到咧係中國股市呢冇兩年升嘅，咁。 經常咧都係升一日就就跌噶啦咁樣，咁咁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睇唔到中國嘅股市咧而家咁嘅國際形勢咧，就向下行嘅機會就大過向上行，咁所以咧呢段時間大家就暂、呃、暫時冇憧憬啦。雖然我就曾經寫過，喂中國股市可能會有有小陽春，因為我係有關於覺得中國股市咧係會有 IPO 出現，咁所以咧可能會引翻個市上去。咁但係而家睇到個形勢又冇 M S 指數去指數去入。 咁本來冇乜真系輸入，而中國人要面咧就要夾個股市上去啊嘛。咁、嗯、但係夾一夾之後，發覺咦唔對路啊！而家英國。 咁英中國都要計一計數嘅，咁佢究竟將來嗰個人民幣嗰、那個喺、那個、SCR 嗰個角色，大係扮點樣扮演啊？點樣去去計數？因為中國都曾經係會黐住幾隻貨幣啊嘛，就係、是、誒做一籃子嘅貨幣去計個匯率噶嘛。除咗對美元之外，係嘛都係關歐羅啊、英磅啊同埋日元啊咁樣去，然後做一個一籃子嘅匯價噶嘛。咁佢諗住當初就係對對美元就唔好貶值啦，對住呢啲地方就貶值啦。咁而家掉翻轉頭要人哋貶緊值喎，咁點咧？ 英磅同埋歐羅都貶值咁點解咪人民幣代表要升值咧咁？咁到時點搞咧？咁咁但係如果人民幣升值嘅時候，咪又對美元要貶值咧咁？啊，所以呢啲問題咧複雜得好緊要，即係即係大家預計唔到啊！即係我都話啦，我今日呢個節目可以講四個鐘頭，因為你改動每一範，喂工業出口又點點點點？喂你你真係可以講喎你你而家中國同英英國又同緊中國搞緊輪港通，嗯，咁你輪港通初初諗住又會同歐盟。

咁上次點解一萬九千六去到一九五九五就唔穿？咁點解今日去到一九六六六六零呢啲位又唔穿落下？低又唔使一九六五零嘅牛咧？其實我同大家講，個市買上嚟咧，所有嘅淡倉咧，就基本上咧就平晒㗎啦。啲大户咁咧，大户咧，正反而咧做咗一萬九千四嘅好倉。咁咧睇住個市，如果好嘅咧就係、是、數現貨數上去咧，然後做數季結。咁但係而家睇個形勢即話咧，咁就啲大户可能一萬九千四嘅牛咧。 都係不保噶啦，因為都係不保啦，都係棄手噶啦。嗯、今日未似數嘅市上去數現貨咧，數嚟做咩咧？數嚟下個禮拜估嘅啫，我覺得。嗯嗯。咁同埋咧，大家睇睇個問題就話、是、一如果一萬九千四都殺，咁輸嘅唔係散户，輸嘅係對沖基金，因為對沖基金係沽空咗啲貨，然後喺下跌揸咗牛啊嘛。咁但係而家佢揸牛嘅意義已經冇咗啦嘛，佢冇可能數到啲上高啲貨又派俾大家。

誒、呃，今個禮拜咧就低位一百六十八蚊一毫，咁就反彈翻上去啊！咁嗱、嗯，700呢只七零零咧會係成為利器嘅，縱然佢而家收咗芬蘭手機遊戲嚇，咁、啊、樣咧就用咗六百幾去收購咧，咁啲人一致睇好嘅前景會去二百蚊。咁但係呢個七零零嘅利器係咩咧？就會愛嚟咧控制個股個期指嘅上落啊！咁、嗯、如果大家當發覺係一百六十八蚊穿咗的話， 而連上一次嗰個低位，即係早兩週嘅低位，一百六七十三一穿咧，其實七零零係會見翻一百六廿二蚊嘅，嗯、甚至乎去翻保利卡通獨中作一百六廿幾蚊。唔好留住啦，唔係咁就會變為利器啊！因為點解利器咧係做棋子嘅利器，因為點解咧？因為係太多盤係買上嚟將個市夾上去，而當個市要炒翻落去嘅時候。 佢可能炒翻落去就買翻其他貨，反而係會將七零零係壓低個市，然後先入翻貨。嗯，咁既然壓得快，個個市就壓翻穿個市先啦咁所以咧，如果個市真真正正升升跌跌，而家當我講殺一萬九千四嘅牛係一個誒、呃、預計，咁你睇住七零零嘅走勢，你咪知道佢會唔會殺落去咯？如果個個即係一百六八個一又穿。 跟住一百六十七個三又殺埋，咁即係下望一六二嘅，咁即係個位一定係穿落去啦。咁所以睇住只大價股咧，就會推演到個成個走勢噶啦。咁但係個市場係咪絕對悲觀咧？唔係太悲觀。去到七月中咧，個市我又會睇翻誒穩定翻同埋好少少。因為點解咧？因為今、這個嗱，琴其實咧，大家冇乜留意嘅，因為誒，琴日咧就誒、呃、星期三咧就有一隻新股咧，就其實東方證券咧就 IPO 咧就集資七十八億嘅。

深港通嘅，冇、嗯、意義噶嘛？沽貨咧，口人你炒高咗，佢咪俾人沽貨？咁所以咧，這個、呢個咧一定都係關乎個股市去比個低位先咁至於國內仍然係繼續調錢落嚟買香港股票㗎，因為啲北水仍嗱、啊、仍然仍然難來，而家都執去翻到七八百嘅樓下啦，即係嗰個額餘額。咁、嗯、但係個餘額八百嘅楼下唔緊要嘅，到到個餘額差唔多用完嘅時候，咪增容咯。到增容嘅時候先至講。嗯 講誒呢個嘅深港通咯，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一日使十零廿億，佢仲可以挨翻成個月喎。咁、嗯、所以呢，如果炒深港通就再遲啲再講啦。咁但係仲有一隻最大嘅，就係、是、最大嘅呢就係中國郵政咁啊，集資郵儲銀行，嗯、中國郵儲銀行呢，就集資八十億美元嘅，咁呢就有六百二十億港紙。嗱咁多嘅 I P A O 呢，其實對個市嚟講呢，就一定係唔會差呢啲郵儲銀行可能對中香港嘅投行。 可能係成十億嘅生意，咁佢哋對個市咧應該係夾翻穩定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咁啊呢只未未講幾時 IPO 啊，咁可以時間上高拖下。咁所以咧，就如果你發覺呢啲咁嘅 IPO 咧，就本來出嚟嘅時候咧，個市會好翻嘅。嗱，我初初預計當抽完 I bond，嗱、啊、呢、這個好呢、這個禮拜好多人賺得錢啦、啊，係咪先？嚇、啊，如果聽阿劉 sir 講嘅，全部一百四十五蚊，一百四零四蚊五毫樓上沽嘅，咁啊多謝。 揮鬧個錯盤而令到大家估到高價啦，咁如果嗰日冇估嘅唔好意思啦，咁啊 <laughs> 全部奶，全部就一百零四蚊留下估啦。咁其實每一次 I bond 抽完之後，當大家對抽股有咗興趣嘅時候咧，連接嚟講咧，跟住就好多 IPO 上市。咁而 IPO 上市嘅時候咧，大市氣氛咧整體應該唔差嘅，因為如果你差邊我去玩啫。咁但係而家今日時勢逆啦，嗱，所以咧有好多嘢預計唔到嘅。嗱，我即係今上個月。 預計今個月嘅季結可能會見到，話 m s i 指數又入，英國、美國又加到息，跟住英國公投又脱又唔脱，唔會脱歐。咁跟住就到香港又會有好多嘅 IPO 上市，咁跟住唔會太差啦。講、哦、真，其實我哋真係中咗七八成都好勁唔係啊，而家唔係啊，而家係事與願違。事與願違。咁唔係攞嚟講，我哋都要係跟住個市場脈搏去走嘅，冇辦法㗎、嗯。即係即係有陣時嘅嘢，大家。 诶、呃，最惨就系意料之外啊嘛，啊郑月玲话斋系咪先？是是嗯、意外意外就系意料之外，意外唔之内料唔到嘅，就会令你舒展。嗯，即系股市就系咁。咁、嗯、但系我哋要尽量喺我哋嘅贴子，喺我哋不停嘅节目里边，有风险就叫大家离场，有风险就叫大家收手。喂，咁呢个就系我哋嘅道德责任啦，系嘛？即系其他人唔会咁做啦。咁但系好希望各位朋友咧，就都要珍惜。嗱，我再讲最后啦。喂，我哋好多股友加入我哋呢个群组。嗱，我再同讲一次。 加入嚟咧守規矩，OK，即係嗰啲誒支持政府嘅说話咧唔好喺我度講，即係我唔中意聽嘅，OK，我一定會請你走嘅，即係唔好問點解，呢、這個係我住個人喜好，OK，唔使同你解釋。第二，唔好喺我度開個 po，s 自己喺度評論，因為呢度唔係高登，我哋唔需要你嘅評論。你問股票咪問任何嘢，可以係開個新聞嘅 po，s 下低文，冇問題。你可以有油加 po，s 下低文。

即係話佢對對呢件事負責㗎。如果佢哋就喺度喺我呢個節目度派貨嘅，喂，大家我知啊嘛，嗯、我一定要予以譴責啦，係嘛？咁但係但如果你哋我唔識你嘅，你又擺嗰只貓狗想走嚟喺度講亂講股票，又係跟住同我講道理，喂，好多人真係同你講道理咩叫唔得咩唔公平，喂，同你講，我真係對住二萬人點處理的公平咧？甚至乎有啲新聞我都好想同大家講嘅。 嗯，你講消防員嘅，我好同情；你講啲咩緊急事項，我好同情。我會会俾你貼一陣，我會 delete，因為如果你太多唔關股票嘅事嘅嘅貼纸我係一定會鏟走嘅，因為會影響人哋睇我哋呢一個嘅嘅股海雲圖嘅專業。咁你話哇，咁你咪你淨係識講錢，唔係？因為花生台仲有好多嘅專業，你係可以講政治。 你係可以講個人嘅意見，你我哋有足球網頁，我哋有政治嘅網頁，我哋有誒誒、呃、醫誒誒，呃、其實花都台好嘅，醫療啊、保險都有，咁所以你哋唔必冇必要喺我哋做呢度講嘢，咁因為因為如果你有二萬人，大家都係睇唔到個 post 啊，而家啲已經有人投訴啦，我同右家貼都睇唔到，啊、嗯嗯、右家應該叫噏啲都好快噶啦，啲人話揾揾貼揾得好辛苦，咁所以咧就大家真係合作嗱，如果唔係咧就我哋好難運作落去嘅，OK？